在录节目吗？哎、欸，太好了，你好聪明哦，耶、yeah! ！我好像有你的电话。然后我又好久没看到你，我有点想念你。对。圣诞感谢他，对，就是你现在的奥地级的约艺人好友，下礼拜一的时候来到宜兰一起参加这个派对。我知道打给谁了，马上有灵感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健身。玉玺，到底要拒绝我几次？我不能去你家玩。我当然在露营啊。十四号你有戏约吗？我就问。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啊，不然我等一下问，我等一下问十四号有没有。好，不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先不用，先不用。不然09在我旁边，你问他。哎，第二哥。09，怎么了？十四号在干嘛？你是被李玉玺打了 pass？ 我问你哦，我很大正式邀请你来一天交换礼物，好突然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用先急着答应我，因为现在舞台摄影机在拍我，你当下拒绝我的话，你整个那个形象不 OK。我懂了，我一定去啊。对，你就先讲去，没错。然后你等一下再私。对，你们都讲出来，都讲出来。然后你们私底下再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抱歉，怎么样？你随便给我个借口，然后我直接再赏字卡说，哦，他们那天有戏，所以他没办法。Hello， Julia。What's up？ Yeah。在录节目吗？哎、欸，太好了，你好聪明哦，耶、yeah! ！我感觉，怎么突然间打这通电话给你，对不对？很奇怪哦。对。没有，我礼拜，我想问你，礼拜一的晚上你有空吗？哦，地点在宜兰。我不确定我敢不敢得到，因为我要拍摄到6点多。哦，你有前面有工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前面有工作。啊、，I'm so sorry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您接我的电话。不会。好，谢谢哦。OK， 拜拜。谢谢。嗨。哎、欸，这真的蛮突然的，拍谁？你现在录影吗？我现在有一个 GoPro 对着我，对，应该算是在录影。没有啦，我今天跟你讲，因为就是我们王很大接下来就有一个圣诞 party， 然后想要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共襄盛举一下。然后我刚刚看了，就是我好像有你的电话。然后我又好久没看到你，我有点想念你。对，因为我那天可能不行。哦，没事没事。你们是自己玩还是？我们当然是自己玩，但可能会有一些机器对着我们。你可以不用管他们，没关系。你以为观众会那么接？好，下一位我很想去啊，真的是。我知道，我觉得下次有更。更艰难的任务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想到你。继续玩的，好玩。好，那如果那天有机会，我跟你 FaceTime 一下好了。好的。OK， 谢啊。OK， 小心玩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我需要平复一下我这边。你要喝水吗？哎、欸，还是要再打一下林柏宏。九电话，他一定是料到他绝对是料到。上次我们要从干嘛打给他，他又没接了。他应该在拍戏啊，我跟你讲，他是谁？不过我最近工作真的遇到一个，就是在拍戏的，然后他有说他很喜欢玩打，他是玩粉，然后我就当时真的跟他留了电话，我说那如果到时候有机会我找你哦，就没想到你们马上就来了，圣诞感恩趴。喂，贺轩，
我们瓦很大会办一个圣诞感恩 party， 然后希望可以邀请就是好朋友来参与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一切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可是我每瓦很大每一期我都有看，你都有看对不对？你是玩粉嘛对不对？你看我要证实给他们看。我说你真的是玩粉，你知道我现在从床上笑到抓地上吗？也太吓人。好，谢啦谢啦，礼拜一 OK， 好，拜拜。请问是比比果果吗 ？Hello， 你好。哎，恭喜哦，结婚小孩都蹦出来了。谢谢，也恭喜你。哎，我快，我的蹦出来，我的快蹦出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我是玩很大的。代表，我们现在要感谢你之前就是线上你们家横的那一根健身器，让我们收视率大好啊！然后想邀请你来一天而已交换礼物，不知道你那天有没有空？哦，那要准备什么很厉害的礼物吗？嗯，我还是你就先准备那个健身器材。哎，那是幸运棒哎，对呀，擦擦。绿茶，这里酒啊，彩薇，果果，果果比比果果，哎呦，彩薇我的女神，黄队破产。